收工了吗？泡面的味道吹走了吗？吹走啦。那好，你去洗几个番茄，加点沙拉酱，我们就多了一个菜了。哦，老是番茄。爸，没沙拉酱啦。啊，是吗？那就放汤放醋，当凉拌菜吃吧。哦。我真会随机应变呢。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快来吃饭。不错嘛，还知道把两盘番茄炒蛋错开来摆。来来来，别光说话，快吃吧。中间那盘菜又是什么呀？中式田园沙拉。老爸，不愧是设计师。别光顾着夸，快尝尝。这还不如我泡的面呢。什么泡的面？牛奶糖意识到，他一不小心就把爸爸和他自己都出卖了。